现在的游戏开发呢，都越来越大手笔了，个个是标榜电影制作的格局，想要给玩家最顶级的视觉享受，甚至呢，连网络游戏也不例外哦。像这一款《末日禁区 AD Online》在韩国呢，就是被誉为好莱坞等级的大制作，真的有那么夸张吗？那我可以好好评鉴一下喽。游戏怪兽旗下2011年暑假最受瞩目的超限制级动作 FPS《末日禁区 AD Online》，由雷神之锤的原创团队搭配战力突击顶级引擎所打造，颠覆了旧有的 FPS 疆界。《末日禁区 AD Online》有着同类作品不能比拟的革命性动作系统，各种突破极限的动作及战斗特效在视觉上给人前所未有的震撼，被韩国媒体誉为电影级线上游戏。另外，除了独树一格的喷射、隐形、鹰眼等特殊技能之外，业界首创的动作系统也是独家特色之一。不论是一飞冲天还是飞檐走壁，各种帅到爆炸的动作在《末日禁区 AD Online》中都能帮你实现哦。